渴死了，买个冰水去呗。喝吗？喝啊。啊，算了，我去买吧。哦，等会买吧，等会买吧，等会吧。我真的好好哎，你们那边下不下雨啊？为什么今天这么大太阳啊？昨天太阳也很大，昨天杭州下雨，金华大太阳。哦，西域掉下来了，这是西域吧？很铁片，没有美女，没有。这雅阁是吧？啊，他都知道你啊，他都知道你看你直播的啊。他说这是小小小兔子的说，他来问我，在这里上班的是吧？对吧？那下次找他办事可以免费吗？啊，那个怎么用啊？还是要花钱的。嗯，我知道那个。哎，你先搞吧，我过去逛一会儿。好吧，你搞吧，我出去逛，我不站着。啊啊，啊，我赌那辆车牌照是47，你们信不信？这辆大 G 跟我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，我以为跟我一模一样的。好，很像。今天给你们抽个跑车怎么样，兄弟们？很像，里面的内饰不太一样。哦，等我拿个口袋在这里。送我个口罩呗，姐。啊？送我口罩。口罩是吧？嗯。口罩都不戴了，你们现在？嗯。杭州这么松的？戴的呀，都要戴的，只是忘记戴了。你今天怎么自己来了？对，我本来就我昨天没来，今天来了嘛。啊，喝什么呀？你们就别喝了啊。嗯，东鹏特饮还是。多少钱呀？哦，那付在哪呢？哦。收到了吗？哦，不行，我限额了，这个我要得支付宝。我哦，收到了是吧？6块钱付的出去啊。我是月限额。
爽。该说不说，买个片带给你们抽一下。这是跑车吧？像当年红车的法拉利是这个车吧？我操！你看这跑车座位，看到没有？还挺新的这车。V6 发动机啊，兄弟们，这车可以啊，兄弟们，啥是个？逛逛啊！我看到了我以前的车，看到没有？高啊！还是有人在里面了。这是什么 GMC 啊？这车有钥匙吗？我想看看这车。这车好像还不错啊，兄弟们。啊？这车有人吗？哎。老板，那个车是你们的吗？那个 GMC， 给我看看可以吗？给我解个锁，我看看呗。多少钱啊？10万块钱我就买了，该说不说的。多少钱？十几万。啊，喜欢买个蓝的蓝牌，蓝牌2010年的呀、哎、杭州都十几万这车啊。你这车卖多少钱？22万8。22万8呀？对对，杭州的那个家伙问我收21万5，我都没钱赚，我都没给。21万5不卖啊？他随时过来开。蓝牌的是吧？对，22万块钱，这坐的也不舒服啊！我好热，我操，真上哪样？我操！保险到明年4月份，10000多的保险。车是不错的，价格也稍微贵了一点。我看看啊，谢谢。嗯，23万块钱，10几万的东西，我就看看啊，我不买了，就十几万嘛，对不对？你说买一个给大家抽了，我操，这无所谓了，对不对？到时候我生日的时候给大家抽，对不对？我还可以用2-3个月，但是20几万有点贵。说实话啊 ，GMC 现在不是很流行了，有点过时了。就是有点跟不上潮流了，现在 GMC。 懂。
什么时候直播买别墅？年底吧。我有好多地方要用钱啊！我把熊猫关系也下来了。年底把劳斯莱斯卖了吧。熊猫关是赔将近60万块钱，啊，赔60万。熊猫的官司啊，我操，以前熊猫的呀，熊猫出来的主播都要赔钱的呀。哎，你们喜欢这个跑车吗？这个。不喜欢啊。我再问你们问题啊，新款宝马三系和老款呢，就这一款宝马，你看好，这是三系啊，三系啊，和老款的宝马730，你们觉得抽的话哪个比较好？价格都差不多，老款宝马730也就将近17-18万吧，这种新款宝马嘛16万左右。那730在前面，就那个金色的730啊。我说句实话啊，我6月1号本来真的要买730的，然后因为我觉得我就怕到时候买这个车啊都是你们抽不到，你知道吗，就气死了，我怕你们气坏了，所以就没买。本来真的想买一台730给你们抽的，真的宝马16万差不多了呀，就真的想买一台730给你们抽的，我怕你们打起来，我操妈，真的20万左右嘛，730老款的。对的，不是730，你们抽去，我怕你们修不起，这车挺废的。哦，转手就卖了啊！对，牛逼！我操妈的，我也没想到呀，我反手就给你卖了，我操，牛逼！但是要我抽中了，我绝对不卖，我绝对开回家，停在我家门口，你知道吗？那贼有牌面，我操，老板回来了，730开开，然后改个740的标，我以后改一改，我操，老板，我肯定这样，我肯定不卖，钱放在口袋里别人看不见啊，对不对，你要把它花出去别人才看见啊，就比如说买房子买车别人才看见，你口袋里存了几个亿放在你里，别人不知道啊。携带伞的谁给我记一下呗。金华这地方有没有 S3 啊？我不知道，估计没有，估计很少。用性能车啊，估计收不起价格。没什么车啊，兄弟们，不看了啊。没车，没什么好的，没什么我让我一去看去特别喜欢的，没看到。
四八八啊，我看看我是四八八啊。四八八停在杭州萧山区，哦，停在那个租车公司里面，没有租出去，停了38分钟，刚开回去39分钟了。这个是水友吧，打个双跳。哦，应该不是那种，不过是水友呢。我不喜欢迷你 你们喜欢迷你啊？我看有个弹幕说酷哥能抽一台迷你吗？我是真的一点都不喜欢迷你这个车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迷你啊，虽然女孩子开的多啊，可以进什么群啊，但我是不喜欢的、啊。这车就有点娘炮，这玩意儿。男孩子开我不喜欢，女孩子开还行吧。高尔不香吗？对不对？这个，嘣嘣，可以这样子的高尔。这都鞋带又闪了，哎，刚刚谁给我系的鞋带呀？怎么又闪了？好热，哦，哎呦，快崩溃了，嗯，哦，嗯。好多牌照啊！好天气在外面直播，很热，懂？冰红茶。谁买给我的？姐，大姐，我怎么不理我呢？忙不忙？忙不忙？怎么了？排队，接着排队。对对对，你去排队把资料拿过来了。
啊，就是、我电话号码，你排去就能跟他去分配，今天你到我跟他是吧？跟那个戴帽子那个，电话给我，电话15159821165，邮寄进来了，铁牌。嗯，有是我那个车牌，车牌寄到哪里的？寄到录掉啦。绍兴市遵义市。上本地牌照了啊？对对对，上这里，上本地牌照呗。干嘛？没事，叫一下你。太无聊了。那就在直播吧，我应你一下。在直播看票。想吃水果是吧？不要吃水果。吃水果，我给你找点来。能不能搞一个好一点的号码呀？搞不了吧。有啊，230呀。你的他们说太烂了。你这样开贴一发，你好开到两发，你好不两发呀？哎呦。这里有电风扇一样，我靠，兄弟们！我看到红牛了呀！飞天茅台，那叫飞天茅台吗？车牌号我那个是230，啊，现在搞不了车牌的。酷酷，你终于进厂上班了。对的对的，我现在在一个单位里面搞这个打印的。啊，我是一个打印员啊，你们要不要到你抽烟？不要在我的直播间里面抽烟。买辆新款的阿尔法吗？里面可以吹空调吗？今天给他破处，哎，我他妈差点掉了，我操！感谢 K 总啊，谢谢 K 总 ，K 总好事成双 ，K 总。哎，三羊开泰啊 ，K 总，感谢 K 总，牛逼啊！我操，四季发财啊！K 总，四季发财 ，K 总。
牛逼啊，五福临门，五福临门啊 K 导，五福临门，五福临门 K 导，五福临门 K 导在吗？五福临门五福临门，六六大顺，七星高照，八方来财，九九同心，十全十美。 K 总就看你接不接，好吧，重新再来一遍一帆风顺，二龙腾飞，三阳开泰，四季平安，五福临门，六六大顺，七星高照，八方来财，九九同心，十全十美。我就问你接还是不接？别跑，接，接一下吧。崔总是这么小气的人吗？万箭齐发，有点过分了啊！七星瓢虫。这个值了？多少是？一百多万吧。快点快点，还差五本呢。我那车啥时候好？快点啊！人呢？不见了吗？就车上牌了，马上。来了，我听到声音了。我听到声音了，我听到声音了，我听到声音了。来了来了了了了，去哪里？往前往前是吧？后边商店呢？哦，行行行。那酷啊！你那个我直播啊。跟谁啊？我在的呀，你说，你说，你说，我在的，我在的，你在的。好什么？太热闹。哎，那个阿尔法的移一下吧，那不然开不出来了。来了吗？我给他了。你那阿尔法要不要移一下？我门口我是看到有个妹子，卖号码那个人，我跟他说，这个能不能给他们听啊？不能听了，让他编了一个拉法 LV。然后你的生日不是12月12日？12月多少？23哦。然后呢，我说 A O 五一，然后这个生日的号码怎么编呢？那你要能找123就更好了。对，123能搞进去吗？123。1223。怎么搞得进去呢？那么好了，六个了呢。123也可以的，其实分开来的123也可以的。对，123我。对，123好的。113或者 AO113 不是 VLF LF 拉法是、哦、对 LF 但是那天就编了三个，他说那三个号码都没了。那你说个屁吗？那我不是在看看嘛，这号码怎么编，怎么顺序看看有没有了吧。行，都没了，等一下我再打个电话给他。好你搞一下，如果有最好，如果没有那你就老话用我就说行行行那天
电话打来过，我说你编一个起来吧，对，编编看看能不能弄进去。啊，一二三好的，一二三跑车上面装起来好看。对呀、啊，我以前有个牌照有的。L L 一二三，那无敌了。L F 一二三 ，L E F 二三应该是这样的，但是不一定有，一般没有。我估计他跟我吹牛呢，真的。499啊，搞不到的。搞不到的。人家车停了，人家车咋停了，大哥？秦啊，被堵着了，我操，出不来了。往挪一下。那也出不来啊。来，你叫移出来吧。你刚才这个，我操妈，这个车挡住了。这个车一下能出来？这个车？我去跟那个宾利那个车主聊一下吧。那个497的聊一下，宾利车主已经不在了，走了，把他停在这里，叫他给我刷个藏宝图，交个小朋友啊。点上，好，点上啊，点上，不差这些了。这车牌上就行了，100。这车牌，哎呦，说实话，其实挺一般的。就别的，对你的这几个车牌来说，这是最好的了。4600S 最好了，很顺。四倍啊。对啊，4600S。口袋里，不是，我给你们说一下，我那个牌照是怎么样的啊？我那个牌照是这样，我那个牌照是这，我那个老号码嘛 ，G， 因为老号码是字母在前面的，我是 N A 二三零，是这样的。说实话啊，其实就是像这样的牌，比如说这 G， 还比如说 L。一 F 二三，你觉得哪个好看？这两个车牌，就有的话，你们觉得哪个车牌好看？这两个车牌，哪个好看？我觉得这个好看啊，我觉得这个好看啊，因为这个很花，看起来你知道吗？我这是我的老车牌，这是我其中，因为我就是要买拉法的时候把这个老车牌拿下来了，就这个很顺，因为这是老号码，字母在前面，数字在后面。这样看上去有点花，虽然这牌照是一二三，但是很花。如果说，比如说，这 G L F 一二三，那这牌照就无敌了，拉法一二三那就无敌了。但这牌照是不可能会有的，懂吧？这不可能会有的。所以说呢，我觉得就是到最后我的选择肯定是选这个。不用，我跟你讲，连 L F 一二三都没有，你更何况 K K 呢？两个字母一样更难选，不可能的，好吧？我跟你讲，这种是老号码，老号码是真的是很难选到。现在基本上选到的牌照是怎么样的？我跟大家说一下啊，一般可能是这个牌照，什么这 G 一二，就这 G 那个 L 一二 F 三这样子，有可能是什么这 G。这G1就这样很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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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号码，也有可能是这样的啊，这G1L2F3 有可能是这样的，就基本上这样的牌照为多，你知道吗？这样的牌照。他说1230，1230有什么呢？122是这 LF122 吗？不可能的，这个肯定是 LF， 肯定是卡在，就卡在数字里面的是吧？那算了，那我肯定要这个吧。对呀、啊，我也说让你这老号用回去算了。老号吧，就老号吧。那有没有什么三个头啊？
那边三个头6000块你一下子买的。好，6万块钱都可以卖给我操。我看一下啊，他们那边一个一号码出来，一下把我3.8一下。不提醒我一下，我操，3.8，我操。那你要有流水在这里才能用上去啊。什么叫有流水？就是那张东西出来了，我才能给你用上去。嗯。现在还有，现在搞不到了是吧？买没有啊？3.8也不是连在一起的吧？嗯，我没听清楚什么。230确实，但没有好的呀，问题是。嗯，哦，这些都不好啊。2213F111113F 这不好呀。啊，太差了。对，不要。嗯，这太差了。算了，我本来说 LF 有的，然后123这个顺号给它排一下，如果有的话用不上去了。这个太差了。对，这些太差了。就主要是字母要 LF 一定要。哎，其实也不是 LF， 主要是比如说三个字连在一起，3.1也可以，3.2也可以。哎，你们三个八卖掉是3.8是分开来的还是连在一起的？嗯，是连那天是分开来的吧？那天是放出来是一个，不八浙季八也哎。Q 还是分开来的3.8吗？那就是不，88H8H 哦，这个还可以的，88H8H。我操！然后刚好我行规，刚好我一个那个。我操，这牌照好啊！虽然3.8不连在一起，但是两个字母一样的。它有流水在这里等才能用得上啊。两个字母一样的，人家一放出来就很快的。嗯。没流水啊。你要不在这里等一下呢？等什么？提前等一下。流水放这里等一下呢。那我车牌呢？你不是还有临牌吗？开临。今天又开15天临牌。不是，你现在不是原来宁波提过来的这临牌吗？现在我要开到27号。不是、啊。你的意思是我把这个牌照放在这里等，等到有好的。流水放在这里等了，但是你问你临牌要过期了。临牌27号过期了。他不是落到金华又开15天吗？那号码不选。要选掉才能有新的临牌啊。对呀、啊。选一般选不到吧？不一定。又来了辆跑车。我们那天好响啊！这辆跑车。我们那天三个都选到了。搞啊！不可能，好像是一辆挺好的车。你们是不是又一个新的助理过来啦？他加我微信。谁呀、啊？我也不知道呢。他说是你的助理呀、啊。我的。哦呦，那天啥？别等了是吧？那我也不想等了，麻烦死了。哦，是我朋友。哦，我说的怎么那么响？但是保时捷 Turbo S， 哈拉没了。先等一下。以后就没得说了，选下来就选下来了。别算了，别等了，直接就这块牌照吧。你等也不一定等得到，主要是，对不对？对。我刚才想问你，我说你啥时候当爸爸？啊？啥时候什么？啥时候当爸爸？早呢。27号了，没几天了，是不是又有？今天等下有半个月的临牌好开的，落户落掉有半个月临牌好开的。对呀、啊，那会儿不就说了吗？落户落掉就有半个月啊，落到金华有半个月。本来我跟你说我说二胎了呢，然后你们那边什么别找我。拍拍你。我说我都二胎了，你啥时候当爸爸？我这么太我还小呢。小还好呀，我们这大把年纪。等啊，等的话那就等到星期五，星期五不行就直接就星期五落掉。我们星期四就放假了，端午、就2天时间，那只有2天时间，三天，2天了，就2天，就周五、二六、二七，你刚好是星期六到期的，对，然后星期天上班，所以啊，那你一定要就是在星期四就要落掉，星期四最晚等到，有就有，没有就算了。我觉得呢，可能星期天那天可能会放炮了。哎，反正也不耽误，就算没有了，到时候他把那个230给咱们寄到杭州。那星期天不是过期了吗？你那张车上的我不要开就行了是吧？
你就星期天那天不要开就行了。你的令牌到26号，星期六晚上还能用啊。嗯。就是星期天不要用了。哎呀，老号码用回去吧，现在也没好号码。哎呀，对呀、啊，对，你就直接说老号码去。你等一下到楼上去看一下吧，有没有？走走，我们去楼上看一下号码。对。到楼上看。走。去楼上看一下号码，我不想等啊，好烦啊，等号码，等来等去。不是，你要是明天，比方说还有半个月啊，你等了就等一下。嗯、主要就两天了。对。哎。这个能播吗？我操，直播不会给我封号了呀？那个。哪里看号码呀？啊！这里看号码吗？哦。不敢随机，随机的号码太差了。我不敢随机，好吧？因为电随机的号码太差了，从来没有选到过好的号码，很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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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随机。我不要随机，我不要随机，我不要运气，我没有运气，好吧？我从来不敢，我从来不去碰运气。不是、啊，妈拿我拉法开玩笑，妈选出来一个勾八就完蛋了，我操！我跟你讲，真的有很多号码选出来有一些 SB 开头的，他妈都有，你他妈选不选？不可能的、啊，真的有些开到他妈 SB， 我操，你选不选？我不去，我不自选号码。没人选牌照吗？还没到那步呢。不好知道，太干了。哪个？没有你那个号。啊、哦。我不选。幻觉什么车牌啊？我都。我现在牌照一般是这样的了。我给你们看一下，现在牌照一般是什么 8DC73 就很差的，都这样的牌照，看到没有？都这样的牌照很多了。好、7E 这种牌照太多了，牌照一般都是这样的，很差很差很差的。你看到没有？万一我选到这个牌照怎么办啊？那我完蛋了呀，我操！那700也是别人的牌照。哦，来了，来选号码了。只选号码是吧？嗯。50选1，对不对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算了吧，你万一轮不，你万一他妈跳不出来怎么办？选号码了，40了哟，那你先回来吧，回来拿身份证啊，哈，这个运气太小了，主要是，开始了是吧？嗯，没有，牌照很差。哦，这个牌照选了，我他妈吐血了，我要。你看第二页有没有？他选好他自己，16635，都是这中间卡字母的。这么差。嗯，太差了，没有，就都是字母卡着的，没有的，妈全都是卡字母的，我看到一排全他妈卡字母，没有一个是连在一起的，太差了，不要了，就老号码吧，就老号码吧，不要这个搞不了了，字母都在中间了，一般都是这样的，一般是这样的，兄弟们。看到没有？9LEW 是这样的。谁要卡一个 LF123？ 卡不到。想什么呢？这不是说卡不卡得到，这系统里面压根就没这号，对，你知道吧？花钱买，现在花不了钱了。
车牌照可以拍卖的，拍不了。你要买个摩托车，我倒给你想个办法，搞个四个头的给你。那摩托车他妈骑不来，驾照都没有，摩托车驾照都没有。晚上有自选啊？他们说晚上面有自选是什么意思啊？选不了的。哦。你这种号码，这个 LV 的这种，我让人家已经弄过，根本就没有。没有的，醒醒。那个阿尔法的。没有没有你想要的，那我下去，我可以下来吗？走啊，小天，那就老牌照上回去吧。小天，卡拉里老号上回去啊。就老号码，老号码，不纠结了，二三零。你要是纠结，你要是你要是还有半两个月的，等一下喽。啊，不等了，不等了，就二三零吧。就二三零。那二三零还是我的老号码。对呀、啊，二三零以前的话才是老号了。嗯，但是这个号，这种号呢，就是个级两个字母、嗯、后面三个数字的。啊。今年出来很多次了。对呀，很少嘛。这个是那天刚好我有一个流水在这里的，嗯、我就问他，我说六千块钱要不要？马上一分钟之内给我答复，要不然就没了。他说要。那、嗯、跟谁谁都要啊，还好。四六零零 S 的，那是我四八八的，我不拿的，那个是我的，那是我的，那是青春呀，青春怎么可以把号码拿下来？这么多人啊，车里面。弄好了吗？还没有。你这个是 Turbo 啊，真 Turbo 啊！啊，我不坐了，我就看一下。坐下了，没有啊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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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一会儿吧。你店里有什么车呀？现在？马杜拉机车，两千多块钱的车，抢车位的车。你其他车呢？其他车出去了，有几辆车劳斯呢？还没有，还我在上老号码。自选号都不好，中间有隔的。对的，对的，对，中间有隔，都是有隔的。四六零零以前是花钱买的，没有花钱，那挺好的，那是。对的，以前我哥的那辆玛莎拉蒂是四六零零，他也是一个，他的牌照也是四六零零，一个后面一个字母。我的法拉利是四六零零 S， 他是四六零零什么牌照？好像我忘记了。一辆玛莎拉蒂老款的，也是四六零零，我们俩牌照是一样的。四六零零以前是我装在一辆奔驰上面的，然后换到了法拉利。哦，这个二三零牌照以前是一个福特，已经好几年了，就七八年了都，那车都。挺好的，你这个一看就是。二三零。东阳的。对，一看就是东阳车牌。前面一下路两个的就是老车。对对，老车牌。A B C 对的，就一看。对的，就 N 小 M 嘛，就是东阳嘛，就 K D N 东阳的。嗯。是挺好的，就我们那边的一看就知道是东洋车。他们都知道你有五个九呀、哎，啊？在修理厂，在修理厂是吧？他们都知道的。在保养。他们都认识你了。嗯。我操，这么多多少人看？180了，现在。这么多人、啊。牛逼啊！那别人装在幻影上面的呀？你开玩笑吗？我操！幻影五个九哎！那个车牌估计得大几百万。嗯，买不到的这种车牌，绝版车。还有一个11911哎。11911。什么意思、啊？
搞啊？怎么听到的？我操！他们说幺幺九幺幺，他们听到。我说我天啊！可以搞到啊？问一下啊，我下播了，我下播了，我下播再，我们下播了，我去问一下，拜拜，我下播了啊，等一下啊。